成軒啊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你覺得你去加拿大讀書，你對自己有咩期望啊？入到啲好大學，好嘅大學咯。你下年就要十二班咯喎，係咪啊？係。你預計你覺得你可以，如果你有得入翻香港嘅大學，同喺加拿大入到大學，你覺得你會選擇邊個國家？喺香港啦，如果可以入到港大嘅話。如果翻入到港大，會翻翻嚟港大？會啊。你覺得你嘅而家個成績嘅機會有冇啊？有。有咁好嗱，咁嗱，你而家喺加拿大讀緊第十一班，你預計你要用乜嘢成績會翻到嚟 ？Average。Average 係啦。90%啊。90%，咁你而家嘅成績係，我聽你媽咪講應該係第一位喎。嗯。嗯，咁如果翻嚟香港，你諗住讀乜嘢學科啊？有冇諗過？未定。未定，咁你自己中意咧？應該都係電腦方面嘅。電腦嗰方面好，咁好啊！多謝你今日接受我哋訪問啦。唔該。好啊，唔該曬。